火星半月低低差模式。七彩的微风，刺在你心心却不想溜走，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。那下次看到好像是2040年了，然后在19年以后才能看到。这样你都老了。对啊，那你就已经长大了。先对焦，这里是哪里啊？这里是普罗旺斯底下那个早安国阳的路灯。哎，哦，原来是太纱窗的关系哈。窗户打开。拍火星半月，我们要等月亮出来。哎，月亮快出来，有没有看到？火星和月，看不到火星，对不对？被云遮住了吧？有人觉得这个月亮啊，因为有云的关系，哦，尴尬，有云呢、啊。现在看到火星吗？51000热，有没有？上一颗火星，下面是月亮。看到火星半月，哎，火星跑走了啊！火星不见了，火星被云遮起来了，月亮也一样。月亮出来了，这里，爸爸这里。对，好，开纱窗。啊！但是我要先对焦啊，但是不见了，云太厚了。哎呀，月亮不见了，到底有没有出来？出来。月亮出来了。又不见了！啊、哦，这不用拍了啦。月亮一直不见，要出来。对啊 ，OK， 现在对好焦月亮了，我们再找一下火星。火星没看到。啊，我们 ISO 拉高，让月亮过曝。ISO 51200，火星也出来了。妹妹，你来看火星。火星。有没有看到？我看到了，两个同时看。那实际看得到火星吗？实际火星好像。不太明显，哇！火星现在越来越亮了。我把天猫座哎，啊、哦，我把有天猫座，我把 ISO 拉低一点，让他们俩一起出来。有月亮，好像有看到那个，有火星半月，600mm，乘以两倍而已 ，F 叉模式，这是很难得的，火星离月亮这么近。你看，小狮座。哇，小狮座可爱。下次你要看到，你晓得要哪一年吗？我就查一下，我看一下有没有比较重要的概念就好。那下次看到好像是2040年呢，然后在19年以后才能看到。这样你都老了。对啊，那你就已经长大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我都帮你拍了。下次要打月亮出来了，要等到2040年才有。七彩的微风，扯着你轻轻却不想溜走，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，在宁静缺席，原来优美的旋律。爱上东方蓝色天空，像鸟儿自由是我所追求。像蚊子对不对？蚊子飞进来。这样要是把纱窗关掉，录得到吗？会变成刚才那种画面，会污掉。真的？是真的吗？期待黑夜的，期待黑夜七彩的梦幻乐园。坚持深深信念，生命如此也不断的赞念。七彩落日，七彩的梦幻乐园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爱的坚持深深信念，生命如此在这在在想念。这是过曝，
我把那个月亮变小，月亮变暗了。你看这才是正常的月亮亮度，大概都过曝了。那火星还看得清楚吗？火星呢？哦 ，OK， 这样子。火星在这里。火星在，不要摸到相机。现在的在月亮没有过，现在月亮没有过曝了，然后火星会比较不明显一点。好，那就用这个画面好了。这不要亮。爸爸，你看这个。火星半月低差模式，七彩的微风，它的年轻轻却不想溜走，溜到没有纷扰的角落，在你轻吹息传来优美的旋律，它跑出画面的，我跳上去最美丽，最动人的美乐蒂，展翅高飞，我已听见。发现有蚊子了。晚上妈妈睡觉被蚊子咬了。蓝色天空，小鸟自由是我所追求，最终的梦，七彩海洋，七彩的梦幻乐园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爱的天赐上上一年，生命如此也不断的再现，七彩的这七彩的梦幻乐园，狂风暴雨也不能轻易改变。爱的天赐上上一年，生命如此也不断再现。我跑掉了，月亮也切下去了。火星不见了。哦，星星。有看蚊子在镜头前面飞了。完蛋了，我们不要拍了吧，好不好？好。手动太过蚊子了。等一下来打蚊子。